瑞克与莫蒂，你有看过吗？发财，不错看哦。瑞克与莫蒂是什么？一个那个动画、啊。你有在看这个？又跟哪个妹子看的？看没有，是很久以前就看了，靠腰。屁呀、啊！我这两年前的，两年前的圣诞节都穿过了呢。两年前那个、啊，前年去那个魔镜就穿过了、啊，真的啦，很久之前就看了。这个很久以前看，两三年前就已经，三四年前就已经看完了。那就是要盘嘛，两年前是哪个碟子？他妈 L 的还是 N 开头的？你他妈，你最好是会看这个放屁，这一看就都是你在看的，不要去瞎想了啦。哈哈，干他妈这个画风，我还去 Google 一下，这一看就知道。OK OK， 又是别人在看，那个最近那个新出的那个有没有看？五条那个跟海梦恋上娃娃那个有没有看新出的？总不可能别人看的吧？你说什么？恋上那个啊，换装娃娃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恋上换装娃娃，新番哦，本作新番哦。我看一下，这个你会看？又怎么了啦？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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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最好你会看，你唬我。我会看啊，那个不是啊，我片师推荐给我看啊，我有看啊。